本来啦，今天我们是要上云顶的啦，就是因为赶不上云顶，所以我们就没有上去咯。其实也不错啦，就是可以在这里享受一下 facility， 就是等下我就去拍给你们看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的早餐就是吃我们的苏西。买点东西来吃咯。我们在奈提奈玛买了什么东西？北面呢？还是北面？然后我的是个honey flakes， 对，还是 corn flakes， 不知道是 honey 的。面包、猪呢？然后今天煮了虾，
鸡蛋还没有买鸡蛋，去 Seven 那边买。然后下面是什么？来这，鱼丸，还有我的水。哇，我今天买很多东西吃，今天我要吃大餐。OK， 所以东西买完了，现在我们要准备上回去喽。他讲啊，下个星期开张啦，可能我是没有机会去啊，因为我们下个星期可能就回去啊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是在准备我们的晚餐。那我们美美的手在切萝卜。那里是蛋白，然后蒸了虾。为什么用蛋白蒸虾呢？因为这样会更好吃。这里是打好的鸡蛋，对，我们放了一二三四四粒，另外粒是来做蛋白的。像这次呢，我们做的是炒饭，那就期待我们的成品吧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萝卜切成小小块，就给它好丢进炒饭里面炒。很肯定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我就没有做事情这样，因为我是不得吃的，然后不得嫉妒。哇，现在就笑，很香很香的味道，是不是？现在他们开始放香肠了。开始加蛋，然后我刚刚已经把饭分好出来，就是帮我包我饭，然后这是我分出来的，然后我现在加进去这个炒饭。哦，我们把饭倒进锅里面啦，蛋在半熟的情况下再把饭放进去。哇，看这个饭跟这个蛋就可以融为一体。我们今天做的番茄蛋炒饭是不是很好吃呢？很香哦，这炒饭。我们还有煮汤哦，我们有鱼丸，有豆腐，还有我们的萝卜。如果你是情侣的话，来这里这样子煮，这样子煮是很对的选择哦。哇，看到吗？这个汤，很香，终于煲好了。先吃一下它的鱼丸，还有它的萝卜。今天我们来吃豆腐。吃饱啦，吃饱啦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是要去游泳了。我们要去楼下。
现在呢，我们就要下水了，请戴上泳镜。好啦，这样我先不拍先，因为我有个相机不能进水哦。新装，边缘新装，但是很开心，因为有他下水来玩，加油！有人来了，我们去游泳。对啊，对啊。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按摩泳池啦，这里就是给那种按摩用的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些花花草草这样。OK， 那里其实它有两set啦，就是可以让你坐到饱这样。然后我现在就坐下来了，给你看一下，它会起泡泡，哇，好舒服。其实要拍的时候真的是很坎坷，你们不要看我现在这样，我一直在移镜头，很辛苦，但是我还是想把美好的分享给大家。你们以为我只推这一杯而已，但是其实我两杯，因为我买两杯，然后明天可能我们就要直接回去啊，所以我们就再吃一杯。